我们的空拍器可以潜水吗？潜水吗？嗯、你刚刚不是水了跳下去？师傅，有人在这边游泳吗？以前有啊。真的吗？他说他要游泳。为什么现在不行？六岁就可以游泳。那以前的水干净还是现在？其实差不多是吧？那就保持了照顾的挺好的这环境，好美哦。那如果我假装不小心掉下去，然后偷偷游一下，很少。那你吃过蛋茶饭吗？你吃过啊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我们等一下要去吃哎、欸，很期待。有什么推荐菜色吗？都点是吧？有钱的话就多吃一点，对吧？鲜美肉。如果你是动物园里面动物，你想做什么？说实话，我喜欢大象。哦，我喜欢当哪一个动物啊？我喜欢大象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我很喜欢大象，很可爱。我喜欢企鹅。我刚刚有想企鹅哎，可是企鹅很可爱。我想要当狮子。我不会走了。谢谢。不回答。谢谢。这世界很酷。